捕到鱼了是不是？嗯，啊，今天早上我老爸去收，捕到了一条鱼。我以为是我老爸买了，然后放到里面的。我老爸说不是买的，正儿八经捕到的。一条啥鱼啊？哎呦，小金弟家过过年的。一条鲫鱼。嗯，不错。这条鲫鱼应该是从这个口钻进去的，因为矿泉水瓶子比较小，钻不进，肯定是这样。开心吗？开心哈。兄弟们看看大不大？大，你兄弟们都说大，啊，比你都大。嗯，要比人还大的时候就比这么长。嗯，对。就长不下来。嗯，他肚子好大哈。对，他要生宝宝了。那把他放了吧，他都要生宝宝了。不要。他生了好多宝宝，我们又去补他好不好？不可以，我要抓很多鱼就给他养。星星。嗯。开心吗？开心。说话。开心。大声点。开心。嗯，开心。自己穿鞋子哈。我家星星长大了，对不对？咦，跑了！星星，跟爸爸说拜拜。拜拜。这我老爸去田里面，然后我女儿也跟着要去啊，去看一下之前打的那个除草的农药有没有见效啊，那些杂草有没有死。我女儿呢，非要去啊，跟爸爸说拜拜。不错，那你会带妹妹吗？当哥哥好不好？我想问一下，是这个妹妹好还是那个妹妹好？两个妹妹都好。两个妹妹都好啊，那以后要保护他们，知道吗？妹妹可爱吗？那你好好带妹妹哈，你不要害妹妹哈，知道吗？哈，假如妹妹哭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爸爸来了哈！啊，别哭，别哭啊！你看着妹妹干嘛？看着妹妹，她会不会有奶奶？露露来了怎么办？那是她呀。嗯，好吧。爸爸刚刚妹，刚刚说妹笑了，闭上眼睛笑了两次了。她在笑啊？笑了两次啊？闭上眼睛笑。妹妹在学校，知道吗？嫂子，那我带妹妹哈。现在我老大他有经验了，以前带小星星的时候他也经常上来带。好带哈，要轻轻的哈。妈妈吃早餐喽。他的钥匙都去把妈妈塞了。